匹配的菜鸟，二哥，你去扶一下。哎呦！哦！哎，大姐，给我一把枪呗！你叫谁大姐呢？ 你个菜鸟，你怎么还没找到枪？周成老师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在你们10点多方向，还有10个人，咱们就能吃到鸡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菜鸟怎么还没找到枪呀？我说了，我不是菜鸟，开局就十几分钟了，你的枪呢？给我把枪，不给，不给是吧？不给我自己做一把。嗯，你要是能做出来。 我这个队长给你的，行，你们给我等着。二狗，注意隐蔽。哦，哇，这酒吧可以真逼真。哇，这菜鸟能力真强。什么菜鸟？我是你们的队长。是是是，队长。既然咱们都有枪了，那开始吧。还有一队员，加油！ 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